早晨，大家好，我是西半的宇坚，今天来到港岛南区和大家造访碧瑶湾的豪宅。碧瑶湾是港岛南薄扶林区的著名屋苑，环境清幽，邻近香港大学、贝沙湾、中环 BDC， 风景宜人，环境清幽，拥有自己的会所。介绍的单位位于24座低层 D 室，实用面积是1363尺，三房一套加工人套，步入玄关就是厨房，宽敞实用，阳光充沛，厨房后面就是工人套房了。这个单位是原迹，没有改动过的。厨房出面就是曲尺型的巨厅，非常之阔落。大厅出面就是半圆形的大露台，虽然是低层，都仍然可以见到海景。进入走廊第一间是睡房，睡房相当之阔落，可以放置到 king size 的床。睡房对面是客用的洗手间，亦是相当宽敞阔落。客厕侧边是另外一间睡房，望向翠绿的山景。最后就是主人套房，设有入墙式的衣柜，令到本身已经很充足的空间更加实用。这么实用的设计，买少见少，难怪大受中产精英欢迎啦。主人浴室比客用浴室更加宽敞，而且还设有浴缸。这个单位可以随时参观的，找紧笋盘的你，还不约我看楼？